阿孙呢？过年，咱来阿里山看新年的日出。好，那我要开火车带大家出去玩。哈哈哈，还要去做啊？太平营地啊，会用看到吼整个的美丽的嘉义哦。哇，可以看到我们的家乡耶！过来，咱来东石渔人码头，啊，咱来找海迪亚做一算。那我想跟海豚一起游泳。然后去看巨人的鞋子。阿妈嘛，就想要去看那双大双鞋啊。真一天忝啊呢，啊，咱来故宫看一下展览，啊，顺便吹一下冷气，啊，搁有水舞表演会用看哦。哇！嘉义啊，搁有足济好耍的所在，阿便等爸爸妈妈，啊，咱搁做伙来。太好啦，我等不及了。家有浓浓的情味。还有思念的亲人，下个日有空都回家，回家过好年。龙宫大限，扭转丰年。